食天地，你我他，欢迎收看咱今日美食天地。再见的阿龙师，真正讲的，嘴呢大家个哪闹啊？伊个咧期待讲伊今日要做啥物料理，准备呐，毋是黄昏时啊，就各样菜起来就开始呀吼，就咧烧水讲说实在要对买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吼，阿龙师今日要准备啥物好吃的料理，好咱电视机观众咪来做分享，大家交流呢。你要讲台语，讲国语，拢嘛可以。你讲香酥鸭，台语要念。香酥。胖叔啊！我本来要讲假出来，胖叔啊，对不对？安尼讲是。哎，你今日要做这些香酥鸭？你这我来知影做难。香酥要把鸭能够处理到胖个酥，我就知影无简单啦。有较麻烦啦。是。啊，但是吼，当你麻烦过了来食用的时候，你也感觉讲，原来还是很香。是。那你香酥鸭到底要怎么给它处理呢？没有处理哈。爱心介绍一下材料嘞。哦好。来。肠啊，小黄瓜吼，迄是咱的配料。肠啊，系啊，小黄瓜是咱的配料啦。配料吼，他意思讲要加香酥鸭起来吃就对啊啦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哦，我刚有看到迄挂包皮呢。对啊，原来这挂包皮咱是用现成的。啊，边啊个几粒几粒啥？花椒粒。哦，花椒粒啦吼。哎，啊个八角。啊个八角。哎，安尼就是。哦，啊这其他拢配料个对啊。对啊对啊。这简单。对啊。啊，那么起码咱第一个动作是爱做啥物？来，你先开。开火吗？嘿，啊，拢唔免下油啊。卖下油。嗯，真拢唔免下油。盖。哦，这个。算讲加迄个花椒粒，加迄种八角来放落去，放落去炒。嘿，安尼，出来咱用咱的。用盐哦。安得啊。安尼了。嘿。你平时泡面无？有呢。哦，迄泡面啊，迄啊，靠迄个盐对靠。啊，这个盐要干嘛？是。咱等下吼。加用菜刀甲拱拱，甲拍拍，嘿，拍拍了，啊，甲你盐炒好哦，咱肠仔这切个肠仔买无，弄回家，哦，就香个呢，嘿，啊，你甲盐炒了无，开始安尼来只按摩，哦，用迄只盐甲伊按摩，露露的，哦，安尼，算讲用只个盐，嘿，安尼来甲伊按摩，安尼哦，啊，炒到啥物阶段？你炒到这个色底了。反色，反色吼，小瓜嗯啊，对不？安尼，啊，不过伊温度足高，你要好冷。现在，比如说现在炒起来以后呢，我们把它放了以后呢，你就可以抹到上面，像这样抹到上面这样。啊，芭蕉粒也可以拿上去这样子抹，对对对对对，就直接这样抹一抹啊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抹完了以后呢，像说这样抹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就直接塞进去，又再加一点盐巴塞到肚子里面。对，那呢？哦，安尼不安尼。老师，你有学铁砂掌嘿？我在学烧的。我闭嘴呢。无呢，我看你有真正有目料嘞。老师真正我讲，伊真正学料理功夫已经学到真正炉火纯青啊！迄个手已经是铁砂掌。你看，你看。哦，好恐怖、喔。没啦，这些还好啦。哦。手色呢？那这样我们一这样子腌好了。嘿，啊，即马来吹。好。即马看你爱吹偌久哈？咱大概吹差不多点通钟。好、哦、来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成品了。哇，哎，真的是，哎，上面有这个呢，花椒粒，然后呢，里面有葱肠啊，哦，哎，这个卡称刚刚讲 Q 呢，哦，做出几个，就好起来哟。等下我来讲，我要吃卡称哦，吼、哦，来，啊，今嘛爱，你今嘛是爱挂汤挂水，然后做一落去鼎内被吹就对啦，啊，是这算煮啊，算吹，煮吹拢会使，哦，煮蒸都可以，嘿，拢会使。啊、那我们这些汤要不要先倒起来？倒起来，倒在这里面好了，对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等下咱要起来时阵吼，要搁另外给它捞起来安尼，好不好？来，阿姐嘛吼，要开始要炸过喽。好，那炸过之前，我们要先把里面的水擦干净。好，阿姐油温爱管管哈。咱头差不多伫160度。哦，160度。但是就是讲，你要落钱当中，你要注意重点就是讲，什么重点？伊的水分。是，哎，这水分像啊，水分你要用擦手指，不要给吸住。哦。啊，不然吼，它油水分离哦，也喷对吧？喷了，啊，你得降低一下别喷。哦，所以咱的电视机爸爸妈妈准备时阵就是讲，要钱的物件来尽量卖少有水啦哈。对啊。啊，水半的话，油水分离的，哔哔啵啵，哔哔啵啵，就是像那震惊的呀。对啊。盖起来好了。没，一别喷了。怎么可能？嗯，一别喷了。会啦。没啦。还是盖起来，我这么的美丽，
那我们等一下先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等一面如果炸好了，我们再翻面好不好？对啊。好，再来呈现咱的这个呢炸好的成品。稍等一下，马上回来哦。阿龙仔，嗯，好香哦，冻未掉。我们这一面已经烤了，对不对？剩下那个剩下卡那边啦。哦，安尼啦，恁煎起来就爱一面像安尼哦。哦，啊，另外那边嘛爱像安尼哦。哦，啊，我阿龙仔讲要搁做后续的，吼。哎呦，酥酥的嘞。医生吼。有较困难啊，但是做起来吼，你会享受那种很美的成果。OK， 好啊，你讲要搁擦酱料，是不？擦酱料，那我给你开会。那这是，就这个甜面酱。甜面酱是，甜面酱了哈。那你要这好哩。好。那这个嗯 ，OK。那你要咱加一点啊水。水。啊，这啊这面这面下油啊。哦，不用油吗？嗯，这面。好。哦，啊加糖，加糖，对，嗯，啊加一点，还有两茶匙小匙的，嗯，啊一点啊鸡粉，啊一点点的鸡粉，啊盐少许，啊一点点的盐少许就好了，那炒炒的再下来加，哦，是啊、哦。可以了，可以啊，那个倒过来哟、哦，我倒过，对，倒过，还有一滴滴呀、啊。你看咱安尼呈现五星五星级大饭店呢，你那真搞啦、嗯。你看安尼，真搞、哦，啊，这只啊好啊呢，好了呢，老师。啊，好啊，咱就用安尼。嗯。啊，要家己也足简单嘞，咱就用屁的底屁股、尻川甲擦嘞，擦嘞了啦。水，啊，这个水，莲花，起来甲倒嘞。啊，所以这唔免剁，唔免剁哦。嘿，这吼，咱嘛食像咧手扒鸡迄个感觉干嘞。哦，哇，你看，左手胖胖，甲伊安尼倒咧管顶。了吼，最后一个动作吼，是，那甲伊提香一下。啊，那个是什么？胡椒粉，胡椒粉哦，哦，啊个提香一下呢，哦，完了，哦，个这捏起哩，哦，好，未歹呢，我想要吃。今天咱的观众没有恁看到吼，我们下次美食天地个要做下小下面好食的料理，但是简单复杂，其实我来讲最重要是吼，咱有法度把这个咱要做的物件呈现到最棒。所以不要怕麻烦，如果怕麻烦，绝对不会有精致的料理可以吃。然后呢，比咱性格的时代，慢慢的、简单的、困难的，通通会在我们节目呈现。敬请收看我们下次的美食天地了，拜拜。谢谢。